吗？陆枫。对啊，我都已经好几天没见到他了。然后我现在在找他在哪里，听说他好像失忆了。失忆呀、对，然后性情大变，所以我在想，啊！等会见到他会变什么样。哈、啊，好吧，等一下，现在是8:19，然后我们等一下8:30会准时两边开都会始，同时都会播，有两边都会同时直播，有哪两边？一直播他的和，两边，等一会啊啊。我的账号，我的个人账号也会，就是同时带你们去寻找一下，就是性情大变的高老师，性情大变陆枫。好，那你们等一下记得收看、哦，还有11分钟，现在是8:19。哎，人到哪里？但是我们现在要不要上去呢？我应该选，现在是选 A 上去，B 不上去，看你们留言吧。你们想 A 想不去找陆枫，B 不找陆枫，对，赶紧留言 A、B 哦，B 太多我们就不直播了。B 多就不直播了，你搞清楚情况啊。OK，我们先要他出个话，然后。关闭，这是提醒。OK，你不用拍他们了。我知道我去拍猫嘛。拍猫，但是也是对了他们两个。先看一下今天我们在这个一家很神奇的地方，非常神奇，它是一个咖啡馆。然后还有好多好多猫咪，好可爱，看。看，对呀、啊，有超级多只的，嗨，可爱吗？啾啾啾啾，嗨！我要找一个玩具，我要找一个玩具。你好，这个可以给我吗？谢谢。看，超可爱，这只好像叫奶茶，这只叫奶茶。啊，是不是啊？我不知道，我以为是你。他叫奥利奥。奥利奥，他叫奥利奥。他更像奥利奥呀。可爱。可以讲话。还有哎、欸。喵。哇哇哇！这只好可爱。好会玩。它是鸳鸯。等一下，8:00。大家还记得 A 和 B 的事情吗？还记得 A 和 B 的事情吗？都选 B 吗？8:30准时开始，现在是预热，大家可以赶紧。哇，4.8万人了，我的天哪！4.8万人。我到底要选 A 选 B？ 选 B 的话，我等一下就回家了。他那边在看。选 A 就去找高老师，选 B 我们就去高铁站。我们去高铁站了。喵。哎，他们不喜欢玩哎。哎呦！哇，奥利奥！哇，哎，这两只超爱玩的，是他吗？是鸳鸯眼。对，给你看一下。我想看，我想看。哇，今天你们直播的是什么？今天我们直播的是双城。哦，它为什么双城会有这么多猫呢？为什么呢？这是为什么呢？哎呀，要把你们好多猫，来看见你啦。对呀、啊，这边有好多好多小才和高老师，等一下8:30会准时跟你们见面的。但是呢，你们要选 A 的话，我就去帮你们看他们；如果选 B 的话，我就把直播关掉。这还有很多猫的杂志哎。应该排个位置，第一个是咱们两个。你光打扰好半天了，主持人快疯掉了你。你叫逗猫吗？当当当当当！啊，全部人都选 A， 就没有一个人要选 B， 是不是？他们想回去、啊，他们说他们想回家了，就没有一个人想直播了，怎么办？就没有一个人选 B， 都选 A 吗？我要哭了，要哭了，不要哭！多少人了？高泰宇，高泰宇啊！九点九万，我的妈呀！哎，真的有人选 B 耶！谢谢你，那个选 B 的，谁选的 B？www 空，这个我念不了。WHALE， 谢谢你选 B。对，你选 B， 我们必须回去了。我记得你，雪儿也选 B， 好多人选 B 了，现在好像全部人都选 B 了。现在所有人都选 B。我帮你问一下，他们都选 B 都不用开始直播，你想意下如何？还有人选 C 的，怎么回事啊？开心开心，他们很开心啊！你说不用直播了，你可以甩他们一个镜头，不要这么干。哦，给你们。